模拟市民创造者威尔莱特研发现实生活新游戏。创造了模拟市民的电玩传奇创造者威尔莱特，在虚拟世界让玩家在这世界做爱做的事。现在莱特在制造一个新游戏，叫《蜂窝思想》，是一个结合社交网站的另类实境游戏。莱特说，这款游戏会学习一切关于你的资讯，并将虚拟世界里的人事物以你所需设计出来。他叫这座态势感知。莱特说，这灵感是他先前无预警的去了一个车展所得到的。他相信蜂窝思想可让现实生活更丰富，因它让玩家可发现新机会及体验。但人们真需要一个像蜂窝思想这样的游戏来让生活变得更有意思及意义吗？还犹未尽吗？输入 anime.tv